会挣扎。感情有没有暴露？暴露，我去拿水。头还在动，这鱼太大只，正常太大只鱼它是先分尸。哦吼，鱼它动作很慢，我感觉它吃不到。这只？我这只啊。哦，不，它其实它刚已经咬到一只。哦，吃饼干。吃饼干？怎样？看来他的上半身已经被咬掉一块肉了。对啊。原来是小月滚我。看他，看他还活着，嘴巴还动。哇！直接甩掉！靠，那是鱼流血啦！啊，人很好吃。干，要直接把那鱼杀死了，现在都蛮痛苦的，慢慢被杀死，慢慢被分尸。不吃，太臭了。这个会吃吗？那只应该不会吃。看，看到别只鱼，这只不想吃。